些小到月底一天够使银国位确是认真实际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杰思敏，欢迎来到音乐小教室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一首是描述了社畜的生活现状的这么一首歌，它就是许冠杰所创作的《不干罢了》，非常真实的描述了打工一族的心酸，而且它的歌词呢就非常的口语化，非常的通俗。即系如果你唔识讲白话嘅话咧，可能都唔知道佢喺度 up mark 嘅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剖析一下这个歌词里面的内容，顺便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2020世代的社畜跟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社畜会不会都一样的卑微。我哋呢班打工仔，通街走的直头系坏肠胃。我哋呢班打工仔，我们呢班这一群打工仔，就是打工一族，我们就叫打工仔。打工仔，通街走的直头系坏肠胃。通街就是满大街的意思，走的。那我们说走走的的，就是说在外面四处奔波劳累的意思。所以通街走的就是、不在外面满大街的奔走劳累。直头系坏肠胃，简直就是连肠胃都给熬坏了。搵嗰些小到月底一天够使银国位，确系认真实际。搵嗰些小到月底点够使，这大概是大部分悲催社畜的真实心声了吧。搵钱就是赚钱，所以搵个些小赚那么一点点根本就撑不到月底。硬过鬼，硬就是说这个人很瘦小很瘦弱的意思，比鬼还要瘦弱，个荷包可能真硬到整班长赔了。确系认真湿滞，确实是真的非常麻烦。湿滞呢就是我们广东人说气候湿热可能就是消化不良啊，这样子就会说湿滞，就是很麻烦很难解决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哇这个有啲湿滞。最弊 boss 喐啲发挥，癫过鸡，一比喺树系唔系就乱嚟废。最弊 boss 喐啲发威，癫过鸡，弊就是糟糕的意思。弊啦，我出街唔记得带荷包添。boss 就是 boss， 喐啲发威，喐就是动，所以喐啲就发威，就说动不动就在那边发脾气。一你喺处系唔系就乱嚟废，就是说这个 boss 动不动就在那边像狗一样发疯骂人。挨亲家身块面拉起恶体，扭下计你就认真开胃。挨亲家身块面拉起恶体，挨就是求，且吧，拉起块面就是给你一个很不好的脸色。扭下计，扭计呢就是像小孩子耍脾气那种，不要那种。你就认真开胃，要求很高啊！我的目标是30岁之前可以在市区开始供楼。哇吓咧，你啊真系开胃啦！半斤八两，做到只精咁嘅样。半斤八两，湿水爆浆点会响？半斤八两，做到只精咁嘅样。咩叫做到只精咁嘅样咧？精其实就是英文的 Jack。Jack 呢，它在英文里面还有千斤顶的意思，所以我们说做到成只精咁，就是说真的是做到非常的累，真的是压力很大。湿水炮仗点会响？炮仗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那种爆竹，它湿了水就不会响了，就是一个很绝望的状态。半斤八两，够脚咪揸枪走去抢，出咗半斤力，想话攞翻足八两，家阵各揾食，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？够姜啊，揸枪走去抢！你要是够准的话，就拿把枪出去抢呗。出咗半斤力，想话攞翻足八两。古时候一斤就是16两嘛，所以说半斤就是8两。我出了半斤的力，那应该能拿回相应的8两的工钱吧？家阵恶揾食，家阵现在恶揾食很难挣钱啊。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？边有哪里有半斤八两这么理想？最后这个吹胀就好顶人啦。我们广东人说你吹呀、啊。来吹我胀啊！你也奈我不合啊！所以这个吹胀就是啊、没办法，真的被人吹胀了，人家真的奈了你何了？就是有一种别人让你闷了一肚子的气，但是你也没有办法，就很无可奈何的感觉。你呢班打工仔，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，嗰种辛苦折磨讲出客贵，死俾你睇，咪话冇乜所谓。我哋呢班打工仔。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，那种辛苦折磨讲出客鬼，死给你看。那种辛苦跟落魄说出来，连鬼都会被吓到。折磨这里就是很落魄的感觉，但是一般我们用呢，可能会表示缺德的意思。哇，那个公司老细你做慈善的钱，真是折磨咯。咪话冇乜所谓，别说没什么所谓。
斤八两，就算有福都冇理想，我只能看到眼前的苟且。诗和远方都是别人的，仲惨过滚水六珠肠。滚水就是开水，滚的沸腾的水，滚水。六就是放在开水里面煮的意思。据说呢，猪肠放到滚水里面煮呢，两头会缩起来，所以就是说你的收入和支出都缩小了。鸡碎咁多都要锯，鸡碎咁多就是喂鸡的那么碎碎小小的一点点都要去锯，就那么一点点的好处，那么一点点的钱都要去抢。好了，这首歌的歌词呢就解释完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 KTV 的部分，走。我哋呢班打工仔，通街走的直头系坏肠胃，搵嗰些小到月底一点够使。好肥啊，我也想死俾你睇，咪话冇乜所谓。